彼书者子，何以告之？书美好的样子，告忠言，那位美好大贤才，该用什么赠送你？这首诗是描述了战后的魏国百废待兴，魏文公为了重建魏国，竖起求贤旗帜，广纳贤才的事件。What 什么 ？How 怎样 ？Say 说 ，Fair 美丽的 ，May 五月。What and how should I say to her as fair as May？ 学习国学英语，传播中华文化。